说，台湾人这一生必须要做的三件事：自行车环岛、登玉山、永渡日月潭。今年刚好是两女儿国小及国中毕业，在毕业典礼结束后，我们一家四口以单车环岛的方式，自行举办天晴与天然的毕业旅行。好，走。2019年6月27日早上是我们的出发日，我们打算以骑单车加上搭火车的方式，也就是所谓的两铁环岛，绕台湾一周。现在是8:40了，快点走，到宜兰可能都下午了。Go go go！天打你也可以先走，天晴也可以先走。好，我知道怎么走。火车站。火车站在哪里？不然我先走好了。啊！你天晴你没有练，一开始就对。是那个空中自行车道，有没有看到天晴？然后我们回来它就好了，那么环岛完它就完工了。我有水，我有水，可以走了，绿灯，记得换挡。我们来看天南。第一个大上坡，这边是莺歌往陶瓷博物馆的高架桥。我们现在骑到莺歌路桥了，再往下就陶瓷老街了。莺歌站到了 ，Go！ 进来 Go！哎，走斜坡好了。来到最后一个车厢，我们计划每天早上和下午的时候骑车，接近中午太阳很大的时候就骑到火车站，搭火车到下一个地点。火车上有冷气，很舒服，可以降温，顺便午休一下。搭火车的休息时间，我们还是在前进。哇，我们这台车都没有人呢，而且你看，你看后面，四处列车。哎，车子里面没有人呢，没有人。没有人啊。这也就是那个驾驶座的感觉，超酷的。过山送了，丢丢打，丢丢打，嗯，下车。这边啊，上面，哇，这椅子好特别哦。找月台，哇，出口好像有电梯的样子哦。哇，台铁的电梯，好棒哦。东山站是一个很可爱的小站。
车站好美哦，还有兔子哎，好像。我听到小孩的声音，可是没看到小孩哎，这是一个迷宫吗？去波浪大道，宜兰波浪大道。那我把我的这个装起来了。好。我们现在到了三旗波浪大道。丢进去了。赶快道路救援，到那里面，到那个顶那边，不要在路边。顶是什么？就前面有一个平台。不是想说需要帮忙什么？没有，还好。你这趟要去哪里？这边要去兰屿的。你是骑脚踏车？坐船过去，然后在那边骑。哦。很有趣吧？哈。全家这样子，对，两个妹妹，两个女儿，你跟两个女儿，还有我老婆在前面，哇，好厉害哦！他们都第一次啊，我是第四次骑的。累了就休息，累了就休息啊，找 Seven 啊，找全家这样子。你慢慢玩。好好，谢谢你。要吃饭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这个。试着我们看，如果没有餐具，要怎么吃面呢？哎，我发现一个餐具了。棍棍，对对，有棍棍，我们哪有棍棍就可以吃了。这种书，现在有这种书，太厉害了吧！我是第三次看到这本书。你第三次看到这本书哦？我也有看到跟着月亮走。啊，真的吗？你们好厉害哦！对，这次是体验而已。骑车就体验安全最重要。这是顺时钟，我们明天要去龟山岛。哇！然后再过三天之后要去兰屿。哇，这个玩真好玩，好不好？真的。对啊，环岛一定说一定要绕一圈哦。一定要绕一圈，啊、真的不用，就是仅有环岛的路程，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，这才是。太厉害了。要注意路况。对。哦。听声音。是我老婆，她骑苏花的，然后冬季呢。你现在吗？然后晚上骑苏花。太厉害。晚上骑冬季。晚上也冬季，真的、哦。你现在就直上了。对啊，现在上五岭呢。对啊，上去啊，然后。那怎么有时间睡觉？五点就天亮了。对啊。没时间睡觉的。不用睡了。我没听过这种。骑啊，好神哦，好神哦。天黑就慢慢骑。对啊。真的吗？我们。啊，山上很冷呢。啊。很冷呢。骑车不冷。骑车你就一直动。没问题。那补给呢？都买好了，补给。哦，藏在那里，好专业，那原来那里可以放东西哦。对啊，我们这个是可以放东西的。哦，这种是可以放东西的。哇，好多小口袋。
哦，他都买这种，哦，这是真的，这才有效率啊！对对对，我们巧克力吃那么多根，对对对，然后脚下也带了，哇，脚下也带了，鱼也带了，什么都有，对啊，毛巾什么都带了，哦，没了，就这样子啊，这样就够了，超强，太厉害了，好了，我们是休闲轻松骑路线，你看他的帽子也跟我们一样是 Ranky 的，哦，对啊，啊的风景，那，啊，你们游记会放？脸书会啊，会啊，我们会啊，加一下，对对对对，加一下，我们都会发的。YouTube 跟那个哦，尼克，你有 YouTube 啊？我们还 YouTube 开一个 YouTube channel， 这次就是要拍小朋友，那这一条就可以了哈。好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然后有一个就是酱招财这样啊。下雨了，下雨了。哇，我就来攻击了。他一直来，我有拍到，我有拍到，他在我头上，在我头上，你不要再叫了。好了啦，欸，他一直追我，走了走了走了，他又来了，环岛第一天的心得怎么样？彩虹 delicious， 两个彩虹，还有好累哦，好累。对啊，但我还是想要出来逛。我们要保留一点体力，因为还有明天。睡觉就过了，睡觉就过了，在体力上面还负担得过来吗？反正那个车子上有睡。在火车上面有睡，对不对？对对。在下雨天的时候骑车，你是什么样的感觉？凉凉的，然后脚很湿，脚很湿，还有呢？彩虹 delicious， 又是彩虹 delicious。哇，花生卷冰淇淋。这个不错，这个不错。来到宜兰，一定要吃什么？花生卷吗？花生卷冰淇淋。一共要几个？两个。好。嗯。人中啊，还不太记得哦。有花豆、芋头、凤梨。哇。标准做法就是先……哇，你看淋上去，好好看哦。下
常城市好嘞哈，好，谢谢，谢谢，来念一来。你那个空中位，哇，哎，因为这样省一个袋子，对。你们哪里呀？我哈？你们住哪里呀？我们住桃园，可是我们娘家就在这边，婆家就在这边。哦，是哦。对啊，文化路来，对。住桃园。嘿，我住桃园，我今天第一天来骑车环岛。哦真的。我们今天从娘家是在哪里？婆家在这边。婆家在宜兰。嘿，就在这里而已。所以今天刚好碰到，是宜兰媳妇，我是宜兰媳妇，啊，你是宜兰金孙，好，谢谢哦。